本期话题：晨跑的较佳时间。黄世静，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中医老年病科主任医师。早上起来，那么晨雾散开，那么太阳起来半个小时之后，这一段时间，那么相对的空气也比较好。这个时候呢，人通过一天晚上的一个休息，那么从身体的疲劳，那么到了就是得到释放，然后呢，第二天精神充沛。太阳起来，那么半个小时左右，这个时候去晨跑，那么能够达到了最佳时间的选择。整体而言，我们一般的是强调太阳起来半小时这个时候，那么时间上呢，可能五至七点，六到八点，这个呢根据不同地方或者不同季节可能有所变化，但是一般我们以太阳起来半小时这个时间作为标准去判断还是比较好的。另外呢，就是我们注意一下早晨的要注意老年人的选用这个时间的时候要注意血压，如果血压高，因为这个时候呢早上起来，那么特别是八九点钟的时候，血压很容易进一步，我们通过锻炼很容易高，出现高血压增加风险。所以老年人对高血压的人，那么一定要注意，那经常要监测血压，避免的就是说发生危险。所以那每一个时段有它的有利的方面，但有每一个人呢有自己的具体情况，那合理选用时间才能够更好的达到锻炼效果。